咧就想介紹一條響定積分非常之出名嘅一個嘅 formula 啦，就係話啦，如果你 integrate 一個嘅 function f(x) 由零 in 到 a 嘅話咧，其實佢係等於翻 integrate 一個 function a 減 x 由零 in 到 a 嘅。OK，只要呢個 function f(x) 咧係響呢一個嘅零到 a 呢個範圍裡面，我哋叫做 well defined。即係冇任何特別嘅斷開啊，冇任何嘅窿啊，或者係冇任何突然間起啲尖角啊，in 唔到嘅地方咧，咁咧呢條嘅 equation 咧係會成立嘅。咁呢個嘅應用咧係都幾廣泛嘅。通常一般嚟講，響考試佢會係當一個嘅題目嘅部分，叫你去做啲證明，然之後啦就用翻呢個結果咧，再去做其他比較複雜嘅 integration。譬如呢條啦。part A 咧就可能叫你咧就係有做一次嘅證明先啦，咁樣樣。就 part B 啦，就俾啲新嘅特性你啦。如果 f(x) 咧其實係等於 f(a) 減 x 嘅喎，咁樣樣啊。因為嗱，老實講，唔係個個 function 都會有 f(x) 等於 f(a) 減 x 呢個特性噶嘛。話俾你聽有呢個特性，OK？因為叫你證明呢條式，OK？咁呢度當然啦，就講翻清楚啦。A 咧就係一個嘅 constant，一個 non-zero 嘅 constant 啦，OK？好啦，part C 呢度就話啦，叫你揾翻呢個嘅 integrate cosine square x 先，然之後就叫你再計啦，由零去到 pi x cosine square x dx，然後 part D 就叫你計翻呢一個啦，OK，integrate 一個 x square sine x 由零 in 到 pi。好啦，咁我哋就會咁樣做咯，我哋就冇㗎，佢一個有個 f(a) 減 x 喺度啊嘛，咁你咪呃個 u 俾佢咯，u 等於 a 減 x，當 x 係零，u 就係 a，當 x 係 a，u 就係零，咁另外 du 等於負 dx。所以啦，就大家做慣做熟噶啦，咁啊直接劈落去咯，就變咗咧個下限咧就係 a，上限變咗零，嗱 f(a) 減 x 咧就變咗 u 啦嘛，然後呢個 dx 咧變咗負 du 啦，呢個負 du 嘅負咧就同個上下限咧就調咗位，變翻做正啦，fu du 可以寫成 fx dx，因為 u 同 x 係 dummy variables，呢個咧係一個好典型嘅證明方法嚟噶啦已經，OK，即係基本上你一見到佢要你證明呢兩題目咧，你就直接咧個 u 係 a 減 x，然後就自己揾埋個上下限，揾埋個 differential 就代落去噶啦。好啦，跟住你又會知道呢個結果啦。OK，就係我哋想要噶啦。呢、這個 proof 就係非常典型噶啦。然後啦，佢又係用多次呢個技巧啦。let u 係 a 減 x，你照做呢啲嘢嘅啫，你唔需要太驚嘅。OK，咁而家你考慮 x 乘 f(a) 減 x，咁你點做啊？咁樣樣 x 咪變咗做 a 減 u 咯。a 減 x 係 u 咯，dx 就係負 du 啦，上下限都有調位嘅。OK，嗱又係啦，呢、这個前面嘅負咧就同呢個上下限調翻位，所以就變咗係 integrate 由零到 a減 u fu du 啦。咁我又係拆括好時間啦，拆開咗兩個 integration，就俾 a 乘呢個嘅 integrate fu du 減 integrate u fu du 啦，又係成條式咧。全部都係 u 啊嘛，所以我就轉晒全部都係 x，用翻 dummy variable 呢個概念。因此你就有條咁樣嘅 equation 啦。所以原本呢一嚿咧就可以寫做 a 乘 integrate f(x) 減翻啲 integrate x(f(x)，掉翻過去加咯，得唔得？嗱，點解呢度變翻 f(x) 啊？因為題目嘅第二部分俾嘅 f(a) 減 x 即係 f(x)，所以就直接變成咁樣啦。因此啦，integrate x(f(x) dx 就等於 a over 二 integrate f(x) dx 啦。個 x 好似冇咗咁樣啦。part C 就係要揾翻你個不定積分 cosine square x dx 就好典型噶啦，用翻一次嘅 double angle formula 變成一加 cosine 2x over 二啦，咁依然出嚟呢個就冇乜懸念啦。OK，所以啦，你考慮呢一個咧由零 in 到去 pi x cosine square x dx，嗱你要做個 checking 嘅，你要 check 翻 cosine square pi 減 x 係唔係都要翻 cosine square x。嗱，check 咗係啦，符合咗個條件啦，你先可以掹嗰個嘅 power 範出嚟嘅，得唔得？所以呢度就做完一個嘅測試之後咧，就知道一樣咯喎，要寫埋呢個俾人睇下，OK？我呢個 remark 嚟嘅啫，啊，你要寫埋俾人睇，咁就變咗等於 power 範 integrate cosine square x dx 呢度依然用翻上面嘅結果啦，劈翻個上下限落去減，咁就變咗 pi square over 四啦。part D 啊，到個 sin 咁啊點咧？嗱，其實我哋可以用一次 integration by part 呢個概念嘅。嗱，其實啦，sin 2x dx 夾埋咧，其實係 d 負 cosine square x。你試想象下，你 d 呢個負 cosine square x 嘅時候咧，個二蚊落嚟，咁啊 cosine x 要寫啦，但係你要 d 個 cosine x 噶嘛，
咁咪變咗負 size 咯，就同呢個負咧就 cancel 咗，得唔得？所以呢度咧特登加個負俾佢。因此咧，仲用翻呢個 integration by part x square cosine square x 嗱有個負㗎，OK 呢個 function 有個負，咁啊由 pi 喺上面，零喺下邊，再減翻由零去到 pi 負 cosine square x dx square 啊。好啦，前面呢嚿咧嗱有估講嘅喎，係計到負 pi square 嘅喎，OK 唔係次次都零，我計到負 pi square 今次嚇，OK。後面啦，負負得正啦，就係加兩個 x cosine square x dx，即係 pi square over 二啦。點解 over 二咧？因為呢度有個二乘咗俾佢啊嘛。本身呢個 integration 係 pi square over 四，再乘翻二，所以就係 pi square over 二。計埋前面呢個負 pi square 咧，答案就負 pi square over 二啦。好啦，跟住到呢條啦，佢假設 a 咧就係喺零到 pi over 二之間嘅一個 constant。part A 就叫你證明呢樣嘢，然後 part B 就叫你證明呢堆嘢 in 出嚟係零喎，part C 再計呢堆嘢咁樣樣。咁你見到啦，A part 都係好典型啦，因為你只要諗清楚嗰個 f(x) 係乜嘢得㗎啦。今次個 f(x) 咧其實就好簡單啦，就係 log cosine x，OK。然後 part B 啦就點樣出到 cosine a sin a tangent x 咧咁樣樣。咁你試想像下，一個 a cosine a 減 x 去咗邊咧咁樣樣。嗱，你可以諗呢樣嘢，OK。好啦，part A 啦，照舊啦，我哋。照叻個 U 係 A 減十，你見到通常叻個 U 咧係個括號裡面嘅嘢咧，其實多數都做到嘅。咁你照做啦，叻 U 係 A 減 x，du 等於負 dx。當 x 係零，u 就係 A 減零即 a 啦。當 x 係 a 嘅時候咧，u 就係 a 減 a 即係零啦。所以就會變成係 log cosine u 然後負 du 嗱，下限就變咗 a，上限變咗零啦。跟住呢個負咧就呃過啦，就變咗零 in 到 a 啦。然後呢度咧用翻 dummy variable 嘅概念，就變咗 log cosine x dx。咁所以啦，我哋就可以知得到咧，既然 log cosine a 減 x dx 等於 log cosine x 之後啦，咁你就諗下啦，我將呢嚿掉過去相減啦，OK？好啦，相減之後點啊？log 嚟噶嘛，log p 減 log q 即係 log p over q 得唔得？好啦，然後到個分子就係 cosine a 減 x，咁你就用 compound angle formula。用 compound angle formula cosine a cosine x 加 sin a sin x 然後 over 成個 cosine x 咁咪逐個約咯變咗得翻 cosine a 加 sin a tangent x 喺度啦咁所以就計到呢嚿嘢咧原來係等於零嘅搞掂 part B 嚇只要咧將佢移項用一次 log property 再用一次 compound angle formula 咁咪搞掂噶啦所以真係去到面對呢啲嘅問題嘅時候咧你當係去做試卷嘅時候咧。A part 真係唔識都好啦，你都可以攞住 A part 嘅結果咧，幫你計到 part B 嘅，得唔得？嗱 part C 啦，咁你見到啦，好明顯啦，A 咧就當 power of 三咯，咁啊代落去咯。咁 cosine power of 三就二分一，sin power of 三咧就開翻三 over 二。嗱呢度你個 over 二咧，你通分母咯，得唔得？通分母就變咗係 log 一加開方三 tangent x over 二，咁啊即係 log 一加開方三 tangent x 減 log 二嘅咯喎。得唔得？因為你通咗分母之後，二喺分母噶啦嘛，就變咗減 log 二咯，所以搬翻去右邊變咗正 log 二啦。所以你 in 呢個咧就會出到咧 log 二乘 pi over 三，咁再咧個答案就係 pi over 三再乘 log 二啦，就係咁嘅啫。咁到呢條啦，part A 就叫你證明啦，由零 in 到 a of f(x) 咧，原來就可以寫做 f(x) 加 f(a) 減 x 再 over 二。跟住 part B 就叫你證明呢個啦，由零 in 到 power 二一 over 一加 tangent 三次方 x。咁啊 A part 呢度咧，咁就係啦，唔重複啦，咁啊照做嘅啫。好啦，做到嗰個嘅 f a 減 x 由零 in 到 a 等於 f x 由零 in 到 a 之後咧，咁冇噶，咁呢兩嚿一樣啊嘛，咁你咪即係將呢嚿嘢就等於呢兩個加埋再除二咁解啫嘛，即係你先話兩邊乘二得唔得？兩邊乘二，OK。然之後啦，咁你就將其中一邊就係變咗做 f(x) 加 f(a) 減 x 擺埋一齊，然之後將呢個嘢掉佢隔離除，咁就搞掂啦。OK，我 part B 啦，直接用咯，直接當呢個係 f(x) 一 over 一加 tangent 三次方 x 就係 f(x) 啊，咁佢等於 f(a) 減 x 啊嘛 ，in 嘅過程裏面 ，OK。所以啦，全部嘢咧係 integration 裡面發生嘅，小心啲嚇，唔係講緊 f(x) 等於 f(a) 減 x，係講緊 integration 嘅時候
in 個 fx 等於 in fa 減 x， 所以全部嘢要喺 integration 裡面發生嘅。咁呢度就變咗一加 tangent 三次方 pi over 減 x， 咁就冇嘅，全部都係運算嚟嘅啫，全部都係運算嚟嘅啫。OK， 代數運算個通分母啊，然後發覺咧成嚿加埋咧就一嚟嘅喎，咁就變咗二分一 integrate 一。OK， 咁就出到 pi over 二再除二，即係 pi over 四啦。跟住呢條啦，嗱 part A 咧就叫你證明 cos 四次方 x 等於呢堆嘢 ，A two 就叫你明證明 cos 四次方 x 加 sin 四次方 x 等於呢一嚿嘢，跟住 part B 咧就係反而係啲經典嘢啦，又叫你證明 integrate f(x) 由零到 a 等於 integrate f(a) 減 x 由零 in 到 a，part C 就叫你計呢堆嘢嘅 integral 啦 ，OK， 嗱咁 part A 咧就純粹係 trigonometry 嘅嘢啫，咁所以都唔難嘅。cos 四次方 x 即係咩啊？用翻 double angle formula， 二 cos square 二 x 減一，後面又啦 ，cos 二 x 都係兩個 cos square x 減一，跟住我哋拆括好計用計咁啲先，就變咗四分一 cos square 二 x 減四分一 ，OK？ 點解啊？減百分一再加百分三再減二分一 ，OK？ 咁啊減咗個四分一啦 ，OK？ 然之後啦，就係、是、再加翻呢個嘅 cos。square x 點嚟㗎咁樣，因為二分一乘兩個 cos square x 啊嘛。好啦，咁跟住麻煩啲啊，呢度嗱 cos square 二 x 咧，我哋將 cos 二 x 又用多次 double angle formula 爆一次，變咗兩個 cos square x 減一再 bracket square 得唔得？所以呢度咧，你爆開佢之後咧，就變咗係四個 cos 四次方 x 減四個 cos square x 加一。所以啦，就將個四分一乘入去之後，就變咗 cos 四次方 x 減 cos square x 加四分一。跟住後面啦，照抄減四分一加 cos square x， 咁減淨 cos 四次方 x 啦。A two 啦，嗱呢個 cos 四次方 x 加 sin 四次方 x 咧，嗱你當係 alpha 四次加 beta 四次，咁即係呢度就變成 alpha square 加 beta square 嘅 bracket square 減兩個 alpha square beta square 得唔得？然後啦，前面呢個係一嚟噶嘛，後面呢度啦本身係兩個 cos square x sin square x 嘅。我特登做一個動作，就係、是、乘二除二，即係變咗負二分一乘四啊！乘四有咩好處啊？就是、抽埋個 bracket square 出嚟啦，所以後面就變咗係二 sin x cos x bracket square。嗱，你試下調翻轉做啊，會得完翻上一嚿㗎。你調翻轉做嘅話，咁點解諗到咁咧？因為我想砌個 sin 二 x 出嚟，得唔得？我想砌個 sin 二 x 出嚟。好啦。跟住如果 sin 2x 出嚟之後咧，你發覺你就可以將呢個 sin 2x 咧，又再係用一次嘅呢個 double angle formula， sin square 2x 咧，即係一減 cos 4x over 2，所以啦，再通分母就有三加 cos 4x over 4啦，得唔得？呢度咧就用咗個 double angle formula 一次嘅，所以 A 1 A 2咧就純粹出過嘅題目嚟嘅啫。到 B 啦，又係嗰個經典嘅做法，所以我呢度咧就唔特別講啦。OK， 都係 let u 做 a 減 x。然後 check 翻上下下，同埋改翻個 differential 咁就 OK 噶啦。記得臨尾用一次 dummy variable 呢個概念啦，出嚟就變咗令到分母咧就係就翻個四分一出嚟，得唔得？分母就翻個四，所以呢個位咧就變咗做 cos 四次方 x 加 sin 四次方 x 啦，得唔得？好啦，我依家 let 呢嚿嘢咧叫做 i，OK 叫做 i。咁你留心啦，裡面呢個 function 咧我叫 f(x)， 咁你 integrate 由零去到 a f(x) 啊嘛。咪等於由零 in 到去 a f 嘅 a 減 x 咯，咁所以啦，分子呢個 cos 四次方 power 二減 x 咧，變咗 sin cos 呢個又變咗 sin 呢個變咗 cos， 咁之後啦，紅色啲嚿咧同藍色啲嚿咧其實一樣，嗱幾多分母都一樣嘅喎 ，OK？ 雖然啦 cos 四次方 x 加 sin 四次方 x， 藍色啲嚿就係 sin 四次方 x 加 cos 四次方 x 嘅，其實一樣嘅個分母 ，OK？ 所以啦 ，i 咧可以係紅色啲嚿，亦都可以變做藍色啲嚿。因此啦，兩個 i 咧就即係紅色加藍色，咁加埋一齊咯，那個二抽出嚟啦，兩面咧就塔塔後咧就約得到嘅個分子分母，咁我得翻個一 ，in 出嚟咪就係 power 二咯，所以啦，你計到個 i 咧正正就係 pi over 二啦。咁跟住呢條啦 ，part A 咧就叫你證明啦，由零 in 到 a 嘅 f(x) 咧就等於由零 in 到 a f(x) 加 f(a) 減 x over 二。咁 part B 咧就叫你用翻 A 嘅結果咧，就叫你計呢嚿嘢；然後 part C 就叫你再計呢堆咁肉酸嘅嘢。咁呢度咧都係同一個 let 法嘅啫 ，let U 係 A 減 X，
轉翻啲上下限同埋 differential， 咁你就知道啦。f a 減 x 嘅 integration 由零去到 a 咧，就等於由零去到 a f x dx 得唔得？啊，呢個咧大家都好熟噶啦。咁點解要做呢嚿嘢出嚟咧？咁樣因為要做呢個嘢 ，integrate 由零去到 a f x 咧，可以寫做二分之一乘兩個 f x dx。啊，兩個 f x dx 咧喺個 integration 裡面咧就可以拆成 f x 加 f a 減 x 啦，咁樣拆開得唔得？啊，咁樣咧就叫做完個第一個證明啦。不是講緊 f(x) 等於 f(a) 減 x， 是 integration 由零到 a 嘅 f(x) 等於 integration 由零到 a 嘅 f(a) 減 x， 因為呢啲嘢喺呢個 integration 裡面發生嘅，所以就可以咁樣拆啦。因此啦，我哋就考慮翻 part b 呢個嘢咯。嗱，我哋就 let f theta 咧就係 log 一加 tangent theta 啦，直接 ，OK？ 咁 f 嘅 pi over 四減 theta 咧，咁啊直接就係呢個 log 一加 tangent pi over 四。減 theta 啦，咁用翻 a 派嘅結果咧，其實就係可以將呢個 integrate 由零到 a 嘅 f(x) 即係二分之一 integrate 由零去到 a f(x) 加 f(a) 減 x，OK？ 好啦，跟住重點嚟啦，你就要化簡後面呢個嘅 compound angle 啦，就 tangent pi over 四減 tangent theta over 一加 tangent pi over 四乘 tangent theta， 所以得到呢嚿嘢。裡面再通分母化簡咗先，就變咗二啦。好啦，重點嚟啦 ，log p 加 log q 等於 log bracket p 乘 q， 所以個一加 tangent theta 咧成個躍走，嗱裡面就好靚，就得翻個 log 二嘅啫。咁你 in 佢之後咧，就即係 log 二 theta 啦 ，OK 個 theta 出面啦，由零到 power 四，咁代翻落去啦，就變係 pi over 八乘 log 二啦 ，OK。咁呢度就點完翻 A 派結果，夾硬噏落去做一次就得噶啦。Part C 啦，呢度就難少少啦，無啦點樣彈個 theta secant square theta 出嚟咧咁樣樣？因為呢度咧佢咧就想你將個 secant square theta d theta 咧縮埋一齊，得唔得？縮埋一齊變咗 d tangent theta 加一。好啦，變咗 d tangent theta 加之後咧，再縮埋呢個一加 tangent theta 就變咗 d。log 一加 tangent theta， 所以呢度咧中間咧其實你可以涉多一步嘅，如果你唔想跳 step 嘅話，睇住就加翻呢步啦，將 secant square theta 咧 d theta 就變成 d 一加 tangent theta， 再連埋呢個分母就 d log 一加 tangent theta， 咁啊就係用翻典型嘅 integration by part 啦，就變咗 theta 乘 log 一加 tangent theta 減翻呢個 log 一加 tangent theta d theta 啦，嗱後面呢個計咗啦 ，pi over 八。乘 log 二，前面呢個你代翻數字去計咧，就即係 pi over 四減 log 二，所以相減咧又係 pi over 八減 log 二啦。好啦，跟住呢一條啦，就係假設 f(x) 同 g(x) 都係 continuous function， 嗱，佢而家就直接講到明 f(x) 等於 f(a) 減 x， 同埋 g(x) 加 g(a) 減 x 等於 constant k。咁 pi 就叫你證明咩啊？如果你將 f a 同 g x 相乘，然後再 integrate 嘅話咧，原來就直接變做 k over 二 integrate 由零到 a f x。嘅 part b 啦，就叫你計呢兩嚿嘢。part a 咧都已經有少少難度啦。part b 最痛苦嘅地方咧就係你估下 f x 係乜同埋 g x 係乜咯。如果估唔到嘅話咧，咁就幾難搞。咁我哋逐 part 計啦。首先都係用呢招噶啦，咧 u 係 a 減 x，x 係零 ，u 係 a。x 系 a，u 系零，跟住 du 等于负 dx， 咁咪就劈晒落去啦。呢度难度高啦，慢慢睇下。OK， 呢嚿咁嘅嘢咧 ，x 就变晒做 a 减 u，g x 变咗 g a 减 u，dx 咧就变咗负 du。嗱，平时好少咁样做嘅，因为通常你会见到里面系 a 减 x 先劈落去，今次唔系，直接 x 啊变晒 a 减 u， 上下下都调转咗位嘅，见到嘛 ？OK， 好啦，跟住就慢慢拆解啦，冷静啲啊 ，f a。減 u 即係 fu 啦，題目俾嘅 property 嚟嘅。另外後面呢個嘅負 du 嗰個負咧，就將上下限調翻啱位，變咗零到 a。好啦，跟住重點嚟啦，呢、這個嘅 g a 減 u 咧可以寫做世界 k 減 g u， 呢個係 g x 嗰個 property 嚟嘅，得唔得 ？g x 加 g a 減 u 等於 k 啊嘛，即係話啦，我將呢個 g x 掉去減咯可以，然後我將個 fu 乘入去，所以就得到 k 乘 integrate。fu du 減 integrate fu gu，
啦，呢行又係啦，全部將 variable u 變曬做 x， 用翻 dummy variable 嘅概念。嗱，留意下啦，你將呢個 f(x) g x d 嘅 integration 咧當係 i 咁先算啦，當係 i 咁先算。咁所以啦 ，i 咪等於 integrate k 乘呢個嘅 integrate f(x) 減 i 咯，將呢個搬過去變咗加，所以就兩嚿啦。integrate f(x) g x 由零去到 a 等於 k 乘 integrate 由零到 a f(x) 掟個二過出嚟，咁就搞掂啦。所以啦，最緊要咧就係運用翻題目俾你嘅 property 去做化簡。啊 B 一啦，嗱我哋就假設 f(x) 就係 x square 減三 x 減四，所以啦你又要 check 咗 condition 先 ，f 三減 x 咧就等於翻 f(x)，OK？ 好啦，你點知道嗰個嘅 a 係幾多啊？因為佢嗰個嘅 integration 去到三啊嘛 ，OK？ 個分子你咪乘開佢咯，即系 x square 減三 x 加四，咁自然你咧呢個係 f(x) 啦。好啦 ，g(x) 係乜嘢啊？嗱呢度咧你就要 check 嘅就係 g(x) 加 g 三減 x 係咪等於一個 constant？你要 check 呢樣嘢 ，OK？ 咁 check 下路喎，兩者相加，嗱你代個 x 咧就呢個位啦，三減 x 咧就照代翻呢個位噶啦，所以你又要照乘啦，二三如六，六減三正三，跟住二乘負 x， 負 x 喺呢度抽個負出嚟啦 ，OK？ 咁你就點樣做落去咧？呢一嚿咧你見到咧就係一 over 一加 e 嘅負某個次方啊嘛，咁你就分子分母乘翻 e 嘅二 x 減三次方，就出翻呢嚿嘢啦。不過分母大家一樣嘅，兩者相加原來就係一。咁你又符合個條件啦，即係話 g(x) 加 g(a) 減 x 咧就係 constant k 啦，不過 k 係一啫嘛。所以啦，呢堆嘢咧就變係咩啊 ？f(x) 乘 g(x) 由零 in 對 a，a 係三，就變咗做二分之一，即係 k 係一啦嘛。k over 二由零 in 到 a in 個 f(x) 啫，咁呢個就好易 in 啦，係咪？就出到負三啊三 over 四啦。咁呢度咧你就望一望，最難嘅地方咧就係你要諗到 f(x) 係乜。同埋 g(x) 係乜？加上你要檢查翻佢哋是否符合題目俾嘅 condition 先，就係 f 三減 x 等於 f(x)， 你要證一次。同埋 g(x) 加 g 三減 x， 你要證明佢係加埋等於一個 constant， 你先用到呢條式。咁 part B 又係啦，我哋叻 f(x) 就係 sin square x 啦，咁所以你好簡單就出到咧 f pi 減 x 就等於 f(x)， 咁呢個就比較容易觀察嘅。問題就係個 g(x) 係幾多啦？就係呢個咁肉酸嘅嘢啦，你不能夠不承認。OK， 佢個格式好明顯噶啦 ，sin square x 第一嚿，第二嚿就係呢嚿啦。咁所以你又夾硬嚟啦，要證明 g(x) 加 g pi 減 x 等於二。咁呢啲咧純粹係代數運算功夫嚟嘅啫，咁就小心啲濕落去就得噶啦。所以計完之後咧，就會出到啦 ，integrate f(x) 乘 g(x) 由零 in 到 a 就會等於翻 k over 二，今次個 k 係二啊嘛，二 over 二即係一啦 ，in f(x) 由零 in 到 a 啦。所以呢度咧就典型嘅 sin square x 依然出嚟之後咧，用翻 double angle formula，OK、okay? 轉換出翻答案 pi over 二啦。咁記得你要用呢個嘅 part A 嗰個嘅結果之前咧，你一定要 check 咗 f(x) 個特性，同埋 check 翻 g(x) 個特性先得。